呢個潛力股就為你啦嚇，睇一睇。為你就係、是、我諗大家都知啦，啊做基金噶。咁呢只股份咧，咁其實咧，你睇翻去而家市場一般估計嘅利嘅市盈率咧，係今年咧會有啲會上升啊，即換言之咧，盈利有啲倒退噶。咁但係無論如何唔緊要，佢股息咧都估計咧仍即係過去股息咧唔錯噶，有六厘啊。咁啊最新嘅估計股息咧就未有啦，但係以往有唔錯嘅股息啦。咁加埋咧，佢最緊要咧係技術走勢咧係出現咧一個唔錯嘅走勢噶，依個見到啦。一次見咗低位3.8到啦嚇，3.79。依次見一見，跟住上彈上去，再落嚟又見一見。依、這個咧就係雙底啦嚇，出現小雙底嘅狀況。咁跟住咧就大成交彈上去喎，呢日啊大成交衝上去，逼近咧呢個雙底嘅頸線4.3度。跟住咧，大成交之後咧，就回軟，回軟兩日咧，成交明顯縮喎。今日咧又升過啦，又升3%，比嘅大市咧嘅成交好，出現一支咧陽燭，成交咧又增加翻。即換言之咧，你見到啦，升市成交增加，跌市成交咧就縮。今日升市成交增加，所以走勢咧係有啲強轉強嘅跡象嚇，可以留意一下，潛力就喺度啦。即係見到嗰、那個。形成小雙底之餘咧，係升市成交增加，跌市就成交縮減，係上升動力咧係明顯咧係有啲增加嘅，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住。咁點做呢？如果真係升穿呢個頸線4.3啦嚇，最好係升穿埋呢個位啦。呢扎咧佢都升得幾勁啊，都枕住咧做咗唔少嘅成交啊，即係4.3，特別如果升於4.5咧，其實可以諗一諗咧，有機會再衝上去噶。至於呢、這個啊，如果突破買法嘅話咧，佢等佢升穿4.3啊，或以至咧或者4.5啊，睇嗰個需要啦嚇。咁啊，可以4.3都可以，4.3都可以噶啦，就突破買入啦。跟住咧博佢衝上去咧，之前嘅高位啦，呢個高位就係去到嗰度啦，5.3、5.4度啊，之後成都有啊。唔錯嘅啊，個上升空間都有唔錯啊，啲重要阻力去到5.3、5.4度啦。咁啊，指示位咧係擺翻呢幾條重要平均線或者4.3啦，因為雙底頸線咧嘅好自然嘅支持位就係雙底頸線，咁亦都支持位咧可以當係指示位啦，擺嗰度啊，咁穿咗去可以指示。如果哇驚呢個位太近，咁啊一陣陣甩，咁啊擺平均線啦，幾條平均線咧，其實而家咧擲住咧喺4蚊度啊。咁啊，4.1到啦，大概啊，10天4.04啦，20天4.08到啦，4.09到，50天亦系4.08、4.09到啦，4.09幾啦吓，所以4.1到都系摆噶吓，4.3或者4.1作为指示，咁咧就博佢咧就冲穿之后完成个量小双底量食升幅量度升幅之余咧，就进一步挑战咧呢个咧前浪顶嘅阻力。咁小雙底量落升幅幾多咧？大概咧係5毫子啊，5毫子，所以咧兩個位可以諗啦，5毫子或者咧小呢個前浪頂阻力，呢兩個都可以睇住㗎。